款有趣的铁盒拼图，100片铁盒装。铁盒、图纸、拼块。拼图方法一，按数字拼图，除了数字还有小图案哦，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习。拼好后反过来是完整的图案。拼图方法二，根据图案拼图。拼图方法三，参考图纸拼图，图案逼真生动有趣。这里有宇宙、海洋、动物、消防、公主、美人鱼的故事。拼图技巧掌握，正确拼图方式，铁盒收纳一携带，给每一个爱拼图的小朋友一份特别的拼图。